軍馬咧，一人一隻嗰啲啊，好似鴨腳扎咁咧，都會搶到你少稍不留神咧就冇埋噶啦。阿邊哥哥話咧，同温雅食飯咧就要食一塊好世界，食得慢就搶曬啦俾人啊！咁唔知邊個食得最快咧？通常咧就比較肥嗰啲應該食得最快嘅，咁但係唔緊要啦，因為最近咧咁樣過節，肥幾磅唔緊要㗎。咁啊講翻今晚嘅節目啦，今晚係飯前食嘢，咁啊飯後呢個好節目咧，介紹過俾你就係呢今晚嘅10:35咧，至到咧呢個10:45咧，喺呢個第二期嘅澳海城咧就會舉行。你飲咗白白碗湯嘅？係啊，我飲曬㗎。好啊，係啦，咁啊陣容咧非常之強勁咧，除咗有以 LEGO 呢個為主持為首嘅一班主持嘅組合之外咧，仲有咧係一班人氣嘅歌手大跳勁舞，咁仲有咧就係好月圓嘅米雪姐啦，仲有阿蒙啦，同埋咧就係楊怡咧演出呢個嘅《家好月圓慶2009》都唔夠，因為咧再加埋咧翻應屆港姐咧咁先。